全台大缺水，山东部地区灌溉水源充沛，不过瑞穗山五鹤台地受到地形影响，灌溉用水缺乏，尤其去年严重干旱，农民苦不堪言。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特别下乡召开说明会，协助农民抗旱。受到高台地形限制，瑞穗五鹤台地成为了灌溉用水充沛的华东地区最容易出现缺水干旱的问题。农会积极向上反映，获得农田水利署的重视，去年协助新辟水源及管线设施，而这一次花莲管理处也特别下乡向农民报喜讯，协助农民抗旱调解。那我们的补助对象其实它的这个定义很单纯，就是在你在农业用地，就是你那个土地登记成本，它是写农业区使用或者是农牧用地就可以。然后你是在从依法从事农作生产，这样你就有符合我们的补助的资格。农水署花管处规划短期辅导农民节水调试，中期加强计划性用水方案，以及长期的提升农业耐旱韧性的计划目标。而各项喷灌设施的补助，每一户最高补助40万元，以减轻农民农耕资材设施的成本压力。灌溉设施的补助，包含我们的水管，包含我们的喷头等等。那第二个补助是我们的这个蓄水设施，包含我们的这个蓄水池、蓄水桶等等。那第三个补助是我们这个有关于我们的 AI 的部分，就是喷灌系统的这个补助。总干事黄胜煌进一步指出，透过了政府计划补助，协助解决五鹤台地农田灌溉用水缺乏，透过喷灌设施的强化，让在地咖啡、蜜香红茶、凤梨及文丹柚等农产业能永续发展。而政府伸出援手，辅导农民强化喷灌设备，地方乐见其成，农民配合意愿更高，希望未来五鹤台地农田作物不再受旱灾所苦。农水署花管处表示，政府这项农业抗旱调解方案与设施补助计划为年度型计划补助，经费有限，若有兴趣或急需要的农民，即日起可洽农水署花管处各乡镇工作站洽询登记。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